平地一声响，清河聂导要登场。聂怀桑日常低调，话不多说，先来打声招呼。我不知道。聂怀桑的一问三不知还真是名不虚传啊。看着瑟瑟发抖的双手，你是半边捂着脸在偷笑吗？读过原著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聂怀桑才是真正的 BOSS， 魏无羡的复活都是聂怀桑一手设计的。回到剧中，魏无羡质问聂怀桑，聂导还明知故问地说出了魏无羡的梗，道都是以剑法主导，但是啊，当然除了魏。聂怀桑柔柔弱弱的样子让魏无羡想起当年在姑苏听学时候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不务正业的样子能当上清河的宗主，也是让魏无羡大跌眼镜，效果达成，演完开溜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你逃跑的样子虽然狼狈，但你演戏的样子却很帅。在不久的将来，聂怀桑就会做出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事情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